要是出点丑闻的话，影响可就大了。你知不知道？你快点滚吧！你，我们还有再就是清清白白的，那只是可怜我们孤儿寡母的，才借给我们一个住的地方。这不就是你生的野种吗？啊，你生个野种跑到我家来，你想干什么你？啊，你竟然不该马上给我滚！给我滚蛋！简直就是个狐狸精！你就不是个人！给我滚！ 你给我滚！滚得越远越好！我不想看到你。自去，伪造你母亲自杀的那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一个人的最宝贵的传世无主母。所以你杀了这么多人。 就是为了这个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成为你唯一的依靠。没有谁可以阻止我，即便是你的母亲。 做一切来掩盖我的真面目，甚至用他的死来替我抵罪，所以死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种解脱。芊芊，他还妄图制造车祸来杀死你。 是你的亲生母亲。他如果真的爱我，他就不应该与你为敌。还有那个门清，我本来不想杀他的，他撞见了我的妹妹，他必须死。亲亲妈妈。 金老师，你在干嘛呢？我把他扔到了海里。